最近生意是说了上九点虚，今天买个甲鱼准备给补一下，常规甲鱼它都吃得差不多，今天给弄个叫花甲鱼，弄天花的泥巴弄细，掺点水给刷一下。烧点开水把这大甲鱼的皮皮给烫一半手，烫了过后把高头皮皮给扯一半手，整点葱姜蒜豆瓣料酒生抽给刷一半手，弄锡箔纸把我们大甲鱼给包一半手，弄点泥巴把这大甲鱼包到，包好后弄到锅里头，码好码好开烧。哎，天气将来出太阳，再说下雨就下雨，哎，今天跟狗一样，做方言点嘞。今天这个菜看到简单，最复杂的就是烧火，从天亮烧到天黑，差不多烧了4个多小时，不晓得熟没得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有股莫名的香味嘞。试一下，哇，完全熟透了，你看这壳可以叼得起来了，这壳还是油，那吃完可以拿出去晾着。哇，哇，八嘴八嘴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集中点，小伙伴们在屋头弄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准备点菜。我们今天肯定烧几十斤菜，太费了。